啊你怎么能这样玩我的狗？我把它看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知道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完了，这是小五的口红，委屈你了。小五，狗不小心把你的口红给弄断了，这也行？养狗一世，用狗一时。是不是过分了？是很过分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女孩子嘛，你只要哄哄就好了，你只要。女神，你的礼物。这什么呀？我今天不是惹你生气了吗？奥斯卡，我的唯品会衣服呢？小姐姐。你没事吧？笑。穿的就不像个好人，打着救人的幌子在这里猥亵女孩子，这种人渣必须拍视频曝光他。给，看什么？赶紧救人啊！哟，又来一个假好人啊！谢谢。闭嘴！一个想救人，一个想被救，你看到不帮忙就算了，有拿手机拍视频的时间，把水滴一下，不行吗？是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小姐姐，你好点没？好点了。你没事就好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谢谢。你还是这么善良，三哥。